当练习，右腿准备好，脚的内侧准备，膝盖冲前方。好，双脚与肩同宽 5, 6, 7, 8 的时候把我们的脚踩下去，肋骨拉到最高 5, 6, 7, 8 好，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摆荡 and 继续摆过来，继续往下踩 1, 2, 3, 4 每一次都是脚趾内侧接触重心 1, 2, 3, 4, 5, 6, 7, 8 好，连步摇摆。好，我们先分解向后退的力度啊 5, 6, 7, 8 首先准备好我们的右腿膝盖弯曲，然后向后，小腿经过小腿，大腿经过大腿，然后 1, 去脚趾内侧接住 OK, 再来一次 5, 6, 7, 8 重量往后退 1, 感觉失重的 and 往后踩，重心还保持在中间的位置OK, 继续 2, 拉到最高 3, and 1, and 2, and 1, and 2好，加上我们的追步，好，进行一个追步练习 7, 8, 1, 保持脚的内侧点力 1, up, 2好，摆荡，继续左边推度 1, up, 2 1, 发音要小，不要超过肩膀 1, up, 2 1, 保持身高，不要上下起伏太多 Up, 2好，加入双脚 Up, 1, and 2 摆荡 3, up, 4 3, up, 4 Up, 1, and 2